我叫董山菜，是一个平凡的18岁女孩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准备往我的梦想大步迈进，向我人生的新旅程全力冲刺。但这个旅程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遇到什么混蛋 F4 踩破我的手机，还害我在全校面前出丑。这是什么烂手机？道明寺，你干嘛穿我的鞋啊？这是你的鞋啊？我说怎么穿起来有点紧啊？你真的幼不幼稚啊？这么大的人了还玩这种把戏，是替你感到丢人。后面还干嘛呢？我要战斗，我董山菜才不是好欺负的。他越是整我，我就越要坚持。我要发挥我的杂草精神，跟他抗争到底。管他什么 F4，我要是看到他们，一定忍住气。嗨，可爱的奶茶妹。嗨。山菜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才不怕你们。哥们早啊。阿四，其实追一个女生没必要这么麻烦。刚刚道明寺好像一直在看你，看他个大头鬼。谁说我要追他？我就是想捉弄一下他嘛。又是你们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我看一下。董三菜，我找你有事，你给我过来一下。我出去一下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我找你，就是重要的事情。只要你听话，我可以让你做我的女人。啊？姐，哪有这么跟女生说话的？感情学分又到了低分的状态了。你要我跟他提的事，我还没有说，你自己提吧。她可是唯一一个敢跟 F4作对的女孩，不试试看，怎么知道？说得好，不愧是我道明庄的弟弟，喜欢就好。阿四，我挺你，兄弟，我也挺你。我喜欢你，就算你逃到火星，我也会追到你。喜欢的女人不告诉全世界，还等着别人来抢啊！我喜欢你个头啊！